我哋日常生活不知不觉间就用咗好多能源。每日搭三四转 lift， 碳嘅排放量就等于揸车揸晒成条弥敦道啦。行多两步，为环境尽分力。先进嘅环保建筑设计都鼓励多行楼梯，减少使用电梯，贯彻低碳生活。资讯由香港科学园第三期提供。